可能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是，因为他本身他是很热心公益的，好，一对钢瓶的产物就是很热心的协助了，我们好老板跟老板娘，很敬重的员工啊，就是啊，发生这种意外，我嘛做无愿意，我嘛做悲哀。回收厂里面有搅拌机，有人掉进去里面，然后我们接受之后就马上到现场，那现场询问那个负责人。他说他整个都掉在那个搅拌机，然后被打包机里面打包起来，然后刚好外脏那个内脏都外出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已经请那个老板把那个机器打开，然后让那打包机的推出的时候，发现那个一位女性民众他已经死了，然后现在先讲个叫那个警方他们处理。